방송 你那个没吃啊？对。然后你这个没拿。这是个什么？相当于手柄是吧？对。不是不用那个手柄是吗？要。一般要开刚开始的时候不用。就这个是开关键，得稍微按一下就可以。嗯。这调速度和功率的。对。这个是输入密码。嗯。然后这个是调那个。像那种凹槽，凹槽里面好听吗？凹槽，你看着你可以找角度，就这个，可以。你的设备都调的，谁？就是用边儿去调之类的。抖音。